本季度啊，马上又要评选模范夫妻了。我们家候选人是我和二美丽，你们信不信？不信。不是，怎么的了这是？哦，一到模范夫妻就是我大姐和大姐夫。我跟二美丽现在多好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我们家这季度推选的候选人就是我跟二美丽，你们都得选我啊！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家还没报呢，我得回家做工作去啊！到时候选的时候，各位啊，各位啊，宝贝呀、啊。你看看啊，这个优秀的男人呢就是你的榜样，你以后长大了呢一定要像他一样特别特别的优秀，棒棒的啊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贤惠的妻子，善良的母亲。哎，二米粒啊、哎、这就对了，教育孩子要把他的父亲的高大形象树立起来，让他经常看一看他父亲的照片。我看看是哪张照片。哎呀，你看照得多好。你教育咱孩子怎么拿大姐夫的照片呢？不是，关键是大姐夫不是咱们小区公认的好人吗？我让他学习学习。我的照片呢？也有啊。那赶紧的。关键是有点费眼睛。哪有这样。来儿子看看，这是你的爸爸。哎，行了吧、啊、赶紧收起来吧。怎么的？干什么呀？你这是诋毁我的形象。哦，大姐夫63寸的，我是2寸的呀。你这挑这玩意儿干啥呀？看。行了行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可得严肃起来啊。啊，模范夫妻马上又要评选了。哦，你不知道啊？我知不知道能咋的？那肯定又是大姐夫和大姐的事儿啊。来，宝贝。大姨夫马上就要被评为模范夫妻了。哎，把你大姨夫放下。你要现在干什么？干啥呀？我跟你说，咱现在也是有孩子的父母了啊。等孩子长大了，咱可以骄傲地告诉他，孩子，你爸爸妈妈曾经也是模范夫妻呀、啊。啊、哦，哪怕争取一次呢，也是咱炫耀的资本。说的有道理。所以来，妈，对，顺便回来了。来来来来来、啊，你快坐下。啥事儿啊？坐下、啊。妈，我问你。咱不马上要评选模范夫妻了吗？对呀，咱们家准备报选谁呀？那还用问？你大姐和你大姐夫呗。不是，那个我们两个不是现在也挺好的吗？你们俩是挺好的啊，但是距离模范夫妻吧还差那么一小点儿。你看你们俩吧，有点事儿就爱叽叽咯咯的，互相啊也不沟通。你看给咱家这么长时间，你们多着看着过你大姐和你大姐夫吵过架啊？哦，妈、啊、我明白了啊，就是说我大姐和我大姐夫要是吵架了啊，咱们家就不抱他俩了。对。啊、如果你大姐和你大姐夫吵架被你们发现了、哦、那这次我不推选他俩，我推选你。行了、啊、妈，我今天就让你亲眼看看我大姐和大姐夫吵架。好，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。这个小翅膀又开始动心眼了。街坊邻居们都看着点啊！今天他俩就打架。哎哎，不是，你有什么招能让你这俩打架？我告诉你，别惹事儿啊！你就配合我就行了。我怎么配合？哎呀，妈！哎哎，这谁的手表啊？啊，不是你的吧？不是不是、哎，是不是大姐夫的手表？大姐夫，你别给你打碎了！我跟你说，他……你放心，你听我的，配合我。来了，来了。哎。师傅，哎，在这呢，回来了啊！哎哎，妈，哎妈，您看我不是不让您干吗？回头下班我来干，您歇着吧。反正我待着也是待着，你忙你的去吧。真不用您干，哎，没下班呢，咋回来了呢？没有，我那个表啊，刚才干活时候我放家里了，我把它拿走。不是大姐夫，哎，你那块手表我看见了，你在哪儿呢？大姐给摔坏了，谁是谁？我这测试。哎哎，不是，等会儿什么测试啊？测试那个我大姐吧、啊、拿着你的表想测试一下金不金摔，啪就摔碎了。啊啊，你大姐把我的表摔坏了啊？啊，她怎么能这样？
姐上劲了啊！大姐忘，大姐的电话我已经帮你接通了，来，要控制，发泄出去。大米，你在哪里？我在这儿呢。大姐夫，杀害你手表的凶手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不要控制，杀！咋的了？咋还抖上了呢？马上要动手了。哎，哎，怎么抱上了？抱上了呢。大米，啊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别生气就行了。说啥呢，龙刚子？大米是这样的，那个我吧，今天做饭的时候我把表摘下来了，摘下来以后呢，我怕把那水给它弄坏了，完了我就放那儿了。如果我要不摘下来的话，这表也摔不坏。啊？刚子，那是你过生日时候我给你买的，你怎么把它给摔坏了？哎。哎，不是他摔坏的吗？他怎么说是我摔坏了呢？他不承认呢。你不能控制你的情绪啊。他太善良了。啊，真的，他太善良了。怎么了？他怕他伤了我的心。啊，他就这么说。啊，顺风，哎，男人必须要有担当。不是，哎，大米，大米，你别哭了好吗？你别哭了，我求求你，你不哭了好吗？你冲我笑一个好吗？好，大米，求求你笑一个好不好？刚子，你是不是特别心疼？我不心疼表，我心疼你，我看不得你哭。大米不哭了啊，乖乖，真的不哭了，求求你了，好吗？啊。其实这个事儿都赖我，我知道责任全在我，跟你没关系啊。我呢，要做饭的时候不把它摘下来放在那儿的话，不可能拿出来以后啪把它摔坏了。我摔的？谁说我摔的？顺风说的。钱顺风，你是不是又给你大姐夫挖坑了你啊？哎呀，那什么，大姐。跟你开玩笑呢，赶紧把发票给人家，快点快点！哎呀，大姐夫，你可是跟你开个玩笑，你看你把大姐还惹哭了。你干什么玩意儿，钱顺风你？手表嘛，挺好的嘛。你这么贵重的东西，你能随便开玩笑吗？你吓人吗？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顺风啊，哎，没事。看人两口子也没吵架呀。哎呀，这是测试一，还有测试二呢。你还要测试啊？哎，行了，别在这儿秀恩爱。大姐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。啥事儿啊？我昨天啊，我看见大姐夫跟他的初恋情人王美丽在一块儿呢。啊？赵刚子。啊？你昨天跟王美丽在一起？没有啊。真没有？真没有啊。你看他还不承认。王美丽。啊？是不是你也看见了？测试。啊，是。你是什么呀？是啊。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两口子可别瞎说啊！谁瞎说了？我昨天一直在物业的，我在办公室我就没出门。赵刚子，这个情绪就对了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也抖起来了呢？要动手了！你，刚子，都抱上了。刚子，你做的对。王美丽是军嫂。咱们就该没事照顾他，好好帮助他。以后我跟你一起去。大米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说，我爱你。哎呦，抱上了。顺风啊，这两口子，你看看你这测试结果，你满意了吧？哎，妈啊，你说啥测试啊？啊，是这回事儿啊。这不咱们社区要评模范夫妻，他们两口子非说他们两个合适，我说呀，他们俩净吵架。他说我大姐大姐夫也不一定不吵架呀，这不测试你们俩呢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以为啥事儿啊？来来来，妈，啊，我正要跟您说这个事儿呢。啥事儿？我觉得这回呀，评选优秀夫妻呀，就选咱顺风他们两口子。对，妈，你看现在二米和顺风俩人不挺好吗？是，挺好是挺好，但是距离模范夫妻呀不行，他俩还得考验考验。我跟你说，啊，媳妇儿。
咱妈就是对咱俩不好。大姐夫大姐是挺好的，咱俩不也挺好的吗？好你个大脑袋好，你就是闲的。不是，哎，我争创这个荣誉的，我是为我自己啊。那你为谁呀？为孩子吗？你为孩子有你这么为孩子吗？这是荣誉啊。什么荣誉啊？将来咱也可以炫耀一下啊。那你就不能干啥？你能不能好好说？停！你说你们两口子因为这点事儿。这又吵起来了吧？啊，那模范夫妻能说急眼就急眼吗？啊，赵刚子，我可告诉你啊，以后你要再敢跟王美丽在一起，我就跟你急眼我。哎，不是你刚才不是说这是个好事吗？你怎么马上又打起来了？我好像明白点。配合啊，配合。呸！我就去王美丽那，我以后我天天去，怎么的？呀，赵刚子，啊，你敢跟我瞪眼珠子是不？我就给你瞪眼珠子，咋着？你瞅啥？我瞅你咋着？你再瞅我一个？我瞅你一个，我瞅你俩重影，我把你瞅成马赛克，怎么的？嘿，你有能耐咱进屋瞅去，进屋瞅就进屋瞅去，还告诉你，哎，就瞅你，哎，怎么的？干啥呀这是？瞅你仨，别真打起来呀！哎呀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测试的结果，朋友们，打起来了！钱顺芳啊，啊，动物园里那虎是假虎，你是真虎啊？怎么的了？不是，你没看出来大姐和大姐夫是故意打起来的吗？他想把模范夫妻的名额让给咱俩。对喽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智商我都服了。你看着，你看人是打起来了吗？不咋的了？哎呦我的天哪！赵刚子，我告诉你，跟你没完！大姐，你走开！看看，这不打起来了吗？大姐夫，我跟你说，怎么的？哎，瞅咋的？怎么的？瞅咋的？我就瞅，我跟你说，我天天瞅你，我一辈子瞅你，我瞅不够，瞅是咋的？怎么的？我就瞅，我追着你瞅，还不会瞅了？你还咋？咋么的了？这是？哎呀，妈呀！大姐大姐夫确实是模范夫妻，我这回是演砸了，失败了吧？失败了。钱顺芳，哎。走，跟我回屋干啥呀？我瞅瞅你。瞅我？哎，瞅我一个能咋的？哎，你让我瞅瞅你？哎，好好瞅瞅。我告诉你，街坊邻居们，看看我们家快乐不？哎呀，我得帮孩子们干活去。我的妈呀，这两口子还瞅呢。得，我也回屋瞅瞅我老头去吧。